用，有的无用吼，感觉吼，是啥物用？这个人知影。哎，分条区别厉害吼，迄个是门牌号码，啊是安怎爱做记号？有做记号要去拖到伊外海去养殖啦吼，拖到我的养殖，伊的时间那个缩短，生成的时间那个缩短一个月。啊，所以有的无咩啊，伊若是做记号是要拖去外海的。啊，目前在这边也是在征收的状态吼，伊这下底偌深，你敢知影？啊，只教你淡水尔吼。我都甲你讲哦，这种蚵仔上好食，是啥物原因呢？咱即摆是当下在用水，所以咱当下水质顶下会比较少。你甲看即即摆水面的迄个位置，啊，若是咧退潮的时，所以伊食起来口感特别 Q 哦。所以这个平挂式养殖是上 Q。咱看右手边，即摆水拢要淹过啊，水到尾啊淹到水质顶下吼，一剩差不多十公分尔，十公分到二十公分吼。所以这个所在是一个超淹带，啊，这类吼浅浅来尔。到你的个人无甲形象，更到你的肚子尔吼，这是一个超肩带。来，咱看这左手边这一杠，我们要坐对，啊对，看对面哦。咱布袋上杠这个位置吼，咱这个杠口是全台湾离平湖的马国港马平港吼，上近的，距离是约五十公里吼，五十公里。啊，你同用位的无用吼，感觉吼，是啥物用？你感觉做成正卡？哎，按讲哦，伊无分正卡倒卡，哎，开个小玩笑吼，迄个设计师会厉害。啊，等下吼，啊是安怎？伊若要用关带的来做这个造型，是安怎？我用布鞋啊，是帆布鞋啊，是布鞋，是安怎用？对，没错哦，讲到重点了。这跟咱什么关系？跟咱民国五十年吼，咱福建地区有一种病吼。